我都反对票。蒋大美，你不是讲你会听我？敢有？我刚刚讲我会来参观，我会来支持，要不过我并无讲我会支持什么人啊。那照你安尼讲，张桂梅，你在讲博感情有讲有笑的，就是在博戏啊。啊，即摆伫阮背后堵一刀，是啥物意思啊？无啥物意思啊，但是直接要讲，只有三个，我欢喜。就那个，咱未来是合作 partner 啊，你哪会当伫我背后搞堵一刀？我要求你，一定要把原因讲清楚。中档的，敢是你卡袂起的？你后摆对伊讲话，若是安尼无站无站，我着连你的喙齿拢挂落。我唔知影恁是用啥物办法，倒一个查牌出来对付我。今日是我考虑了无够周全，才让你有机会锁入来，就算是安尼。今麦嘛是四比四，我宣布刘慧。无需要，最后一票已经来啊！我反对。你在创啥？你是凭什么反对？王玉玲啊，地无兵无分，我曾讲母亲代我讲过，我甲财产信托给你。啊，不过伊即卖嘛只是三口之中尔，一票不应该由生命来代理。你根本就无迄个资格来代替伊民主当选的权利，你即卖就滚出去。这是老董事长给我的委托证明，而且我已经是有意的，是我爸正式认的母子孙，我完全有资格代替我阿公投反对票。蒋董事长，多谢你愿意站在阮这边，做了上正确的选择。我跟罗家峰接触真久啊，伊虽然是贵我个分的清楚。你这算什么中档的啊？你也不是独立的董事啊，清清菜菜摕一张委托书，就讲你是代表王董的，这无遵守。除非爱王董的本人亲身到现场才会用的。哈、啊，那安尼你嘛袂用代表支付哦？安尼那边你嘛减一票哦？你讲真正要安尼啊？爱确定哦？我这票若是无算，那咧反对那边，除了中党的以外，连王依林的嘛袂当遵守啊！请你叫我吴依林。我即摆已经是母家一份子啊，嘛是有生态大汉后生。我这票是老董事长的，是阮阿公委托我的，谁人无遵守啊？你用讲的就无法度遵守。阮大哥即摆还阁倒伫咧白子。是谁会当证明你手头提迄份文件是真实的，不是恁伪造的？就算讲阮大哥伫咧倒落去之前，就把迄份文件拢交代好啊，那咧代表的嘛应该是阮莹莹，不是你这个杂种啊！莹莹，哦，那咧你的查某囝就是吴莹莹。原来你就是吴英的妈妈，好乖，不乖。不乖啥？紧讲啊！你是啥物时阵认识阮英英啊？我唔呐认识吴英英啊，我阁知影做真侪变孝代。
伊唔人手人的未婚夫，竟然阁伪造文书，家己的亲弟林崇关入去疗养院内底。你有白讲，阮爷爷才袂做这种代志的。你的嘴真有够垃圾，我要把你的嘴洗好清气啊！别给我吵！你安尼欺负我，你敢不敢处理？啊，你卖闹唔就好啊！是歹有怎处理啦？这等下我问爷爷，看伊是毋是要走底下代志，叫伊甲我卡两分嘞。若你当初的资格，是毋是会当令委托别人来代理？我是认为袂用的啦。严哥，也是要对公司的制度。来重新做修改，再当做你。爸，人将咱个投票进程是再三甲有信心确认的，啊是有信心一直坚持讲会用个代理个啊，所以即马是安那，怕什么讲话不算话哦、喔？这就是恁处理代志个态度，对恁有利个就会用个，对恁不利个就袂用。才短短几分钟尔，讲变就变。您真的无信用，我是要怎放心跟你合作啊？蒋董诶，先莫生气啦。在座每一个人拢听甲真清楚，是信心已经是要安尼做诶。我以副董的身份，嘛认为这是合理诶。所以我即马宣布，吴信贤想要成为代理董事长这个提案，好怪。我另外提议，由我来担任代理的董事长，请各位在座的董事也跟代理人进行投票。啊，唔免这么晦气啊！咱算得有啊！你看，我一票啦，伊人一票，蒋董的一票，罗董的一票，也个你嘛一票，安尼咱赶快是5-4正式通过，和本副党的你正式担任咱的代理董事长。啊，拍破通过！多谢大家支持啦！我绝对袂辜负大家对我的愿望。依琳，来阿妈这边。各位，我今麦要宣布一个公布界好消息。依琳，伊愿意回来母家，我相信对阮恢复的病情一定有真大的帮助。蒋董诶，我咪要感谢你啦！这么有义气，招来到小婷。所以我现在宣布，由阮依琳代理信泰的位置，成为日月星饭店的董事长。以后，日月星饭店跟国际喜悦合作的细节，拢交予阮依琳来处理。吴依琳。合作愉快，请多多指教。敢讲就因为我不是你好心小雨，你又拍算来反背我？原来这就是你家离心的原因哦。我承认，得知啊，你不是真正小雨了哦。我对你付出的感情确实是有打动啊！啊，不过既然错误已经造成了，我嘛决心要好好啊扶持你。谁知影你唔但唔知影感情，就开始妄道文谣，甚至无敢参详，都受到阮清明的控制，想要反头来对付我。比如我徛你这边，我问你，这敢是人应该做？是你逼我的，那不是你让我感受到，你随时给我放下，我敢有想安尼做？我敢有想先想好退路？你哦，是让你家己心无下惨的，我
做你我家己哦，绝对无亏待你啦。是你家己想歪走偏去，搁伫遐三日挖东，三日挖西，目的就是想要甲我切落你。你当作我是戆人，拢无感觉是，我无可能目睭金金，看你家有三集团规个白条啦。所以我会跳出来。另外一个目的，嘛是要阻止万条万有机会切空方来对付啦。至少等回鸿澄清了后，我这个守江山有功的妈妈，阁会当在伊的面头前替你求情嘞。上无上无，阁会当替正牌的你收尸，和你立讨为安。你起码是纠缠我不得好事情。你的命是我救到顿啊，就只有我才有资格替我收你的命，敢毋是？是我，你连不甲恁讲话权利拢无，你竟然安尼对待我！呀！你是嫌毛海面粉册臭名声较无够，即摆想要毛海妈妈，那是想要死哦！免惊，无鬼通好做啦！你想法是想清楚啦，你若对我下手，你啥物都得袂着哦。因为辉煌现在为上来这些个真清楚，我那是出什么意外？吴三集团规个拢会有威力，我是唯一会当做当伊掌权的人。我那真正无敌啊！你唔那连吴三集团副总都无法度做，万条万更加无可能将你牵在眼内。这其中的利害关系，你是要家己想无清楚哦。进来好吗？你若是要继续做有信心，都无拒绝的资格哦。信心，乖啦，听妈妈。接到，继续做我听话好学生，妈妈一定会答应你啦。会记的，爱好我扮演有信心这个角色，只要咱母仔囝联手，江山一定是咱。你到底想要讲啥？讲完紧出去啦！哎，莫安尼歹性情。我只是好奇讲啊，你敢有信心啊？你这观念啊，袂输应做元首人同款啊。伊是你后生呢，上伊前受王威啊，这应该是你彭彩霞，佮伫咧武惠红身躯边三四十年的愿望啊。啊，哪会不甲即摆洪太后家己坐王威啊？你明明就用好啊享福的，哪会不甲做老歹命？好啦，赶紧回答我，回答说。我自然就走啊！你是要啥？我安尼做哦，是咧保护信贤呐。威鸿咧新的威秀顶官讲啊真清楚啦，不准信贤插手李邦的股份啦。我若无听出来，啊莫说威鸿厝拢有大忙提起。你即马讲的应该只是表面上的理由。我感觉你甲吴信贤的关系唔哪安尼呢？吴信贤看你的眼神啊！那是几乎万分这么简单哦。你管到阮母干来要创啥啦？而且讲我囝的代志哦，嘛拢袂甲你插手啦。非得哦，我的胆就是安尼啦，还是唔是有在你啦？彭彩霞这个查某就是安尼，愈起配面愈激动啊，就表示心内有鬼。伊甲吴信贤啊，绝对是有啥物弊病，看唔着，无人知影。